离开，为什么还回来？不是你的笼中鸟，所以时间一到就会飞离开。你是故意的，对不对？这次回来只是想看家人幸不幸福，看我有没有把你忘记。这是你欠我的答案。我没有欠任何人。你跟家人结婚之后，我们两个人就扯平了。每周日晚间10点，东森综合台惊喜 Titter 道理机至第三者。